啊，这个臭火大的味，因为有上帝甲因三角地带，这个火变作是因的信仰愈来愈精进这款的一个磨练了后的一种困难。上帝的同在，会予咱所拄到可怜的后人，亲像火一样，将咱生命中间的杂质，伫这个所在来甲伊除掉。除了这个以外，非常要紧的就是上帝的同在。当咱看起伫这个故事中间，上帝教摩西讲话，圣经内面要甲咱见证，咱所相信的上帝是一个甚么款的上帝？圣经所启示咱，咱就爱去信，咱就爱去敬畏，咱就爱去服从，咱就爱去顺服。而这位上帝是一个甚么款的上帝？第一，伫这个故事中间，咱看起，伊是一个呼叫人的上帝，伊会呼叫你的名。伫这个故事中间，伊呼叫摩西。第二，这个上帝是有怜悯的上帝，伊怜悯受压制的人，伊怜悯受苦的人的上帝。所以讲，埃及人，这个以色列人伫埃及，因迄所在的困苦，我已经有看去；因哀求的声，我已经有听去。第三，这位上帝是伫历史中间会显现的上帝，伊真侪有历史传承的上帝。讲我是你祖公的上帝，是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我甲因捌立约。在历史中间，不敢入约的上帝，第四，这个上帝是欢喜甲人三角地的，互人会通活出伊做一个人真正的本质的上帝。第五个主题，在这个故事中间，咱看起这个异象会带来使命甲要求，对咱对这个使命的行动。看起异象，唔是要互咱看看水的，唔是要互咱伫这个所在观赏尔尔。异象会通真做异象，因为有一个使命。摩西看起这个异象，上帝好一个使命，倒去埃及的所在，将你的百姓甲因带出来，伊领受一个使命。异象若无有使命，就唔是异象咯。使命就要求你的行动，你若无行动来符合这个使命，那呢这个异象落尾。最后只不过是一个幻想。所以，特别故事都要甲咱讲，摩西看起这个异象，伊顺服这个异象，伊接受这个使命，伊采取伊的行动，伊将伊家己的生命奉献了这个异象，希望经过亲像火一般一款的熬炼，总是到底落尾，伊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，做奴隶一款的生活，上帝的同在。和摩西一生真多魂力不悔的一个典范，也成就圣经内面一直到今仔日，犹原和人真多一个信仰的典范的一个故事。当然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用这个魂力不悔，通过摩西的故事，伫这个所在来真做这个标志。那呢，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历史中间，敢是也有同款值得咱纪念的故事？1979年，这是影响台湾历史中间一个要紧的事件。当初是一挂民主运动的先辈，因来反对当初是威权的政权，所以有这个运动。结果在1979年，这个美丽岛事件中间，这些人当初是拢被判刑，用叛乱罪在这个所在给判刑，包括咱在市民的先生。罗尾做副总统的卢秀莲女士，甲着陈菊女士。陈菊女士被判12年，伊原本认为讲伊伫监牢应该会死去，所以伫监牢中间有写遮的话，伊讲愿所有受苦、受束缚、被压制的人民，会通早日得到逃亡。愿我所亲爱的故乡台湾的人民。会通早日得到真正的公平、自由、平等、民主的生活。陈菊女士，当这个时阵做高雄市长12年，落尾即马来接总统府的秘书长，拄拄整个月，伊来到伫咱啊华府的所在，啊受到东乡会邀请，伫咱这个所在来做伊啊整个伊的一个报告。那在美丽岛事件中间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到底在做什么会？郭俊明牧师当初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总干事，伊受人委托讲事，就是帮咱施明德来唱施明德，卖去哦，当初是政权掠去，伊感觉非常的为难，
因为甲施明德先生完全不熟悉，捌听过伊个名，唔捌这个人，唔捌甲伊讲过话。总是伊知影米勒德事件的要紧性，总是伊知影伊个身份，伊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干事，伊所做的任何一个决定，拢会影响未来。伊真艰苦，伊唔知要安怎处理，所以伊伫祈祷。罗伯伊安尼讲，经过一节祈祷，一节思考。在每一次祈祷中间所浮现的，就是耶稣所讲的一句话：人为着朋友放弃自己的生命，无有甚物款的痛比这个较大。为着所有痛心的人中间，会通为着别人、为着朋友来放弃生命，这个是该伟大。因为耶稣一句话，可以做最后一个决定，伊来创新必定。总是也因为这款的缘故，罗伯的施明德被抓了后。伊嘛受判刑，有人判刑七当，关七当，总是实际关拢总有四当三个月，过二十一日。伫刚刚中间，伊咧做虾米货？伊咧读圣经，咧吟诗。伊将牢房当作是伊的教堂，伊将遮个患难啊，伫监牢遮朋友当作伊的教友。伫监牢中间，伊继续传福音。伫监牢中间，伊有机会通写批，写第一条批给伊的太太。内面安尼写，伊讲伫目前即款的环境中间，我反转会通来读上帝话，上时会通安静来思考圣经内面所讲十二诫，教着格外的道理。伊将七当判刑七当即款的经历，当作亲像火一般的即款的试炼。1982年，世界归正教会联名伫加拿大召开世界大会。当这时，哥牧师伫监牢中间，伊根据圣经出来记载咱所读这个故事，伊写一首的诗：气魄火会烧，总是无烧去。然后这首诗通过咱台湾一个音乐家叫做陆一德牧师，伊将伊作曲，然后写了后送去到伫世界归正教会的名，本乎当这时在场所有遮的会员的教代表。大家吟这条诗歌，大家受到真大的感动。这条诗歌呢讲：气魄火会烧，烧到真厉害，总是无烧去，犹原伫徛在。炎火一个过，伊就搁开发芽；春天一个到，伊就搁开花。气魄火会烧，总是无烧去，信徒受苦楚，犹原无呢止。气魄火会烧，总是无烧去。教会受迫害，反动哪兴起？咱就爱勇敢，为主来进前。苦难哪愈大，咱就哪坚强。2002年6月7日，第17届台湾的金曲奖，郭俊明牧师这首诗《气魄火会烧》。正做当初时的金曲奖啊，这个传统甲艺术音乐介好的一个作啊，这个作词人得到这个金曲奖。但就是郭俊明牧师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，伊所做一个见证，咱的信仰会通亲像火烧的气魄同款。同时除了牧师以外，一般的平信徒敢会通？敢会通有缘话出一种气魄或火烧这款的信仰？林文奎先生，伊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一个信徒。1922年出生伫高雄的家庭，1941年考到当初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，总是拄到战争，无法度完成。落尾倒来伫台湾了后，伫台湾大学医学院来毕业，然后毕业了后，伊到伫基山底下做医生，做医生无两当。伫一个下晡的时阵，有两个特务来到伊个病院，讲你是不是林文奎？伊讲是，然后就去将伊带走，带走了伊就无倒来，甲伊送去到伫火烧岛，就是咱今仔所讲的日岛，伫个所在关七冬，是安怎要甲伊关？因为当初时只有伊伫待待两冬久的时间，伫遐伊参加一个活动，叫做台湾学生工作委员会。伊担任当初时的一个委员，主题会即嘛是伫所有大学内底平常的一个活动，总是当初时因为参加安尼，无任何其他的缘故，伫这所在被判刑七当。
伊伫隔离的时阵，因为机会来相信耶稣基督，总是伊无法度接受，我无做甚物代志，我无叛乱，总是安怎，我得爱向官七当。伊的妇人人送一本圣经给伊，所以伫监牢的所在，伊心内非常的怨叹，总是只好读圣经。伫这读圣经中间，伊的心渐渐平静，也养成读圣经的习惯。出家了后，七当了后，伊又愿继续来参加教会的查经班，啊，落尾伊伫公山的所在来设立一个林外科医师，造福济济只的乡亲。2008年一月，中央研究院一个出名的历史学者叫做周兴雄，伊根据伊的口述的历史，改写一本册，叫做《刺皮绵羊动荡的岁月》。这本书真做一个传记，真做台湾白色恐怖时代一个历史的信仰的见证。林文贵先生佮做这项代志，对着咱来讲，可能有真大的帮助。伊伫教内底伫咧做读圣经，总是伊是受汉文啊的教育大汉，原本是受日本教育，后尾受汉文教育。伊感觉台语的罗马尼圣经有一挂人无法度读。总是坐咱已经受着汉文的圣经的人，会当读汉字，所以就下一个心愿，伊讲伫我有生之年，我要一字一字伫这个所在，将台语的圣经改翻做汉文汉字啊，这个台语汉字本的圣经，伊用六冬的时间，将这本圣经来完成。到底今仔日这个教会，因为伊所翻译的得到帮助，这敢毋是另外一个好的例？一个人，伊受到亲像火烧刺皮这款的艰苦，总是当有火烧刺皮这款的信仰的时阵，这款的坚持的时阵，伊会通伫个生命中间，通做好见证。大家亲爱兄弟姊妹，魂而不回，火烧刺皮，刺皮无烧掉，这是摩西所看见的异象。这嘛是真多咱相信圣经的人。也接受圣经信仰的人，在咱这个时代中间，咱信仰的一个精神，咱信仰的一个传承。但愿这个意象，唔也是刻在咱教会入口啊，这个壁的所在，嘛不是干那刻在咱的教会的周部一顶冠。愿这个魂而不悔这款的信仰，会通刻在咱的心内。等咱拄到艰难，等咱拄到苦楚，等咱拄到失败，咱爱有这种的信仰。这种信仰叫做火烧的刺皮，焚而不毁的信仰。刺皮和火烧，总是无烧坏；甘愿和火烧，唔愿变香烂。异象若是大，考验就真大；苦难虽望大，祝福搁较大。请咱当心来祈祷。天父，我的上帝。